啊，谢谢主席啊，各位大家早安，我们请署长。陈委员您好，署长，刚刚听你报告了一番，好像都没有听到有再生能源的这个报告哈。这个我是觉得你们环保署真的要去检讨哈。当然，这个不是全部你们的责任呐，可能还有原能会啦、什么经济部这边的事情哈。可是这个部分，我是觉得再生能源你们应该要着手去规划嘛。还有刚刚有听到你说有一个啊法律辅助这个部分，你们有没有编钱给法律辅助基金会来做辅助的告诉的费用？我们有编经费哈，我请那个肖处长来说明一下我们的运用的情况，好不好？这样。我们编列经费一年大概有两三百万，当然是照他的案件。什么时候开始？从去年的。下半年开始的。那现在有多少案子是？目前我们有协助的法律辅助有八个案子，好，也就是说你是委托给法律辅助对对对基金会来做吗？去年一个律师事务所，今年是换中银律师事务所在协助，他一个案子就是八万块、你不是用法律辅助基金会来处理？我们用标案，你就是帮助这个比较弱势的嘛？对对 对, 对, 对。收入比较不好的用标案，那任何一个法律事务所都可以来标，都可以来标，对、是这样。那一个个案补助多少？就是原则上是八万块。八万块就是说他去打几庭啊？他所以说来做这个案子的律师事务所他们都说亏蛮大的。你们为什么不委托法律辅助基金会？但他们有来标吧、他们很便宜啊，你看那个劳委会啊，这一些啊法律案件啊，低收入户什么他们都免费啊。他们不是，对不起，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公告的标案，然后几家律师事务所来标的。是啊，我知道了、我是说直接委托、律师不是律师的事务所可能价格会比较高一点了哈、好啦，既然你们有补助，那时候还不够，我是觉得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的，可是呢应该还要再找几家了哈。还有你们单公园前几天发现公厕跟饮水的管子放在一起、这个部分你们刚刚有报告说什么全国的公厕啊什么你们都在处理，对，我们是管制它的。那有没有发现说公厕跟饮水的管子放在一起？我觉得这个你们要小心要去处理，好不好？是，那个是地方发现之后，那个地方的环保局哈跟卫生局会一起去处理的。是。好，啊，署长，我今天哈专对这个私有废水跟畜牧废水的部分哈，要来跟署长做一个探讨了哈。是。我想养猪废水的部分哈，在台湾污染的这个问题哈，很严重，我已经接受民众的陈情哈。这个养猪业的污染污水一定会影响到地下水嘛，对不对？是。那这样的话你住在附近的住户是不是都受害？一定会有影响。现在每一头猪的污染量齁、是一个人的多少倍？三到六倍吧。你们回的是四到八倍啊，署长讲三到六倍啊，哪一个才 对我的记忆力可能有问题啊。对，怎么你的记忆力？你们昨天打电话问你们的是说四到八倍啊，你现在说三到六倍，反正我请我们水保处长来给正确答案。不要不要，我要署长来回答了哈、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啦，就是说就是很多倍就对了。是、那么目前有多少头猪在台湾、现在差不多在500到600万之间了，在养头猪啊，差100万就差很多啦，超600万啦啊。那最大户都在分布在哪些县市？从屏东、云林台南，我想嘉义应该这些，还高雄啊，彰化、云林、屏东啦、没有台南啦。这个是最大户都分布在这里嘛，哈，你要不要来帮忙署长一下？是，谢谢。否则浪费我时间，我也不喜欢了。
跟委员报告哦，目前主要分布在彰化以南啦、啊。那投诉最多就是屏东县，次多就云林县。哎，正是屏东，我的朋友向我申诉，他们每天受到那一种臭味哦，那个风一过来，真的是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活下去。你连晚上睡觉都有，啊，你们这些难道都没有办法处理吗？啊？跟委员报告哦，这个有办法处理的啦。这个原则上哦，就是要推动目前署长积极在推动的早期生殖能中心。我跟委员报告哦，其实屏东县哦已经有一家中央畜牧场，他自行投资了，他养了大概3万头猪哈、哦。他目前就是前面设置了猪厕所，要达到省水减污的功能，后面就是把这一些猪尿纳到二氧化碳。我跟你讲，猪厕所，猪厕所你是要训练猪到厕所去，去那个嘛，去排泄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就原则上哦，从离乳后的小猪哦就可以训练了。我跟你讨论一下，猪厕所是弄一个地方，对不对？那要猪到那个地方去排泄嘛，有可能吗？你要教多久？跟那个六个月就一只猪就卖出去了。这个不需要。要一撮贝贝啊。就刚、欸、我跟委员报告哈、哦，大概十几天、20天就可以的了、嗯。因为昨天哦，有一过吗？十几天、20天就去那一只猪可以到厕所去排泄吗？我跟委员报告哈、哦，昨天有一家大城长城哦，他也公开哈、哦，那个屏东县长也有去的、嗯，他就是屏东县长也肯定他前面猪厕所做得非常好，嗯。我实在哈、哦、有一点怀疑啦，咱那囡仔都还教要多久嘞？你只在低，教10天、20天，要从小教起了哈、哦，从小教起，就是他，而且一刚进去那个猪圈的时候，你们现在不是前面那个礼拜最重要，发展什么三段式的这个废水处理设施吗？三段式是过去的一个，为什么达不到效果、那个？这个原因在哪里？那个是有问题的哈、哦，什么问题？第一个，它是一个属于耗能式的啊、哦。第二个，它是在现有是什么电费太贵，或是怎么样？对、啊、对，还有一些在操作上，它要花很多的电费太贵。本席曾经在上跟电费太贵没关系哦，说你们它要耗电就要花钱。你们应该去收事业废水处理的经费来补助这边。我觉得如果一头猪啊、六个月一头猪卖6000块的话。他一投资的费用是80块的电费嘛，对不对？事业每个事业都要负担它污染处理，那现在目前有没有养殖业用这种三段式的废水处理？现在都是用要求以三段式的为原则去处理的。那为什么效果不彰呢？效果不彰就是它的咽气消化的部分以及后面的处理的部分，其实还带有一些它要照顾花人力跟这个电力的一个的情况。那听说啦，它是有时候开，有时候。对，这就是问题所在，开关嘛、这就是问题所在。那这样装那个有什么用呢？而且它的耗水，你去检查的时候，它就把电源开开来，就滚动式就开始做。没错，所以但事实上这应该可以发现的，啊、只是地方的稽查不力的话、这个，就会有这种结果。这个也没有办法。那你真的去要求下去啊？开始就每个他给你开每个养猪协会开始哇哇叫，对对就开始去可以去讲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哎，我是说，在台湾分布有这么多的地方在养猪，你们这个废水污水的部分应该要赶快想办法处理了。你现在猪厕所说可以训练，我是不是很乐观的？我们现在就是要建立一个成功的示范计划哈，所以为什么云林、屏东我们现在已经补助他们了，他们也准备地方这么开始去做早期中心，早期中心的配套就是一定要有猪厕所的推动。啊、哦，使它那现在推动多少了？你们现在有没有在？现在有这个24000多个，有60万头猪的已经有猪厕所了，占了我们现在养猪60万头。你现在你有600万头嘛？你对对，所以还要持续要推动、啊。但是我们现在一开始还没有很积极去推的原因，就是说我们希望整个配套要出来哈。除了配套，当你有猪厕所，它早期中心要出来，所以还是要有一两个早期中心的成功案例出来之后的话，让各个。大型养猪场带动周边的这些养猪场啊，形成一个气候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那现在环保署编多少来改善这个部分？这个部分是啊，哎，是啊，我们现在废水污染的部分，对对，因为这个东西哦，不是靠我们完全去补助的，而是它要成立可以自行营运、自行支持的。什么时候可以征收啊？征收这个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水务基金。
水务基金是吧？嗯，那就要需要大院，就是、的水务大院一通过，我们就是可以征收。但大院如果没有通过，我们就无法征收。哎哎，不是哦，哎，你这个不是在八年前就通过了吗？没有啊，我们的预算都在审查的时候都被杀成1000块啊。不是啦，嗯，我问题是你要跟事业废水分开嘛？对啊，八成1000块，现在你就是跟那个事业废水绑在一起，对对对，连事业废水都不能收。我们在列的时候把它分开写嘛，哈。你这边对啊，对，你们结果你们今年写出来还是放在一起啊？我今天就要讲这个问题啊，我马上提一个临时提案，你们要，这我们可以把它列分开来啊。我说你们的那个真的不太用心了、啊、哈，你今年还是把它编在一起。等一下我给你们一个解套的方式，你们赶快去改。好，非常谢谢。用提案、嗯用临时提案来处理好不好？好，还是要把它分开。好的，因为农畜的污水跟工业污水是不一样的，你工业污水真的事业 污水要开始收了，工业就是事业污水分那个、工业跟畜牧嘛，对不对？是，你们编的是两个都把它编在一起嘛，没错。去年我们就是说想要分开嘛，那分开就会比较好。你这个部分就先家庭跟畜牧先不要收嘛，你事业真的是要收啦，到处在污染哈、哦。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啊？请你们哪一个单位在负责这个部分？我们水保处。你是水保处嘛？哈，是。好，继续来跟我们来沟通好不好？好的。我是觉得这个人民已经陈情了好久了哈、哦，这个。